你点做嘢噶？查咗咁耐，一啲都查唔到翻嚟。 Sorry， 我尽咗力噶啦。我肯定佢间房入边有证据，你今晚夜啲走，入房查。但我点样入去呢？你平时铺埋咁多线眼，梗有方法噶嘛。孝明啊，你咁多年喺公司都冇乜表现，帮公司捉到内鬼就系大功劳。你想加入我哋马家，就要好好把握机会，知道吗？ 对唔住，丢咗一次。咩啊 ？Thomas 唔喺度，咁去咗边啊 ？OK， 总之佢翻嚟，你即刻打俾我，我有好紧要嘅事要揾佢。OK， Thomas， 啱啱揾紧你，我揾到证据。咩证据啊？ 系咯，呢咪就系鬼佬揾嗰啲资料。平时周围同人哋打交道，周围打听，原来向 ICAC 举报嗰个系你嘅。唔系啊，即系 USB 啊！唔怪之下边啲保安同事话你成日夜晚鬼鬼祟祟行嚟行去，就攞住 USB 嚟偷资料。马家对你咁好，你咁样对我哋，我同你讲啊，你玩完啦！真系唔系啊，真系唔系。 孙亚明，我咁辛苦先成功嘅第一步，点会咁容易俾你破坏？耀堂，做得好，善后嘅事就由你去处理。知道。爹哋， 收声！我俾佢做耀堂嘅副手，俾佢同你拍拖，佢竟然咁样嚟害我哋马家，我以后唔想听到佢嘅名。到呢个时候，你仲想帮佢？ 做女人要大眼识人，好彩你未结婚咋？你之前已经自把自为，累到耀祖咧随时会坐监。而家你嘅男朋友出卖马家，你仲帮住佢？你点对得住爹哋？点对得住马家？好啦，妈咪唔好嬲啦，我扶你上房休息先。 马耀祖先生已经正式辞任行政总裁一职，耀宗同耀堂嘅争位之事，3年之后出嚟，应该点样收拾呢个残局？所以我有个谂法，只要可以帮到阿 Jo 嘅，叫我做咩都冇问题。我手上仲有一票，我决定将呢一票投俾。